24日，浙江省杭州市一辆极狐网约车载客时发生自燃，厂家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，第一时间，一名工作人员疑似在用锤子对车头的车标进行敲撬等动作，厂家工作人员还拆车内部件，然后用黑布将起火的车身遮盖。Arc Fox 极狐隶属于北京蓝谷极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，此次发生起火的车型为极狐汽车旗下的阿尔法 S， 该车于2021年4月上市，定位为中大型纯电轿车，售价区间为 25.19 万至 34.49 万元人民币。阿尔法 S 曾是极狐汽车的销售主力车型。你看看人那个蚁人被杀来之后，你看雨眼里搞的，你看现在雨眼，你看看人那个蚁人被杀来之后，你看雨眼里搞的，你看现在雨眼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来保护我！你已经打你也妥当不惨。我那，好歹要你赢，要不然你赢我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你不玩我，你要赢四台湾，我那有打。那个车子贴到没有？贴到的。我靠！你看这个树哦，上楼，上楼这个园林是怎么？这个市政是怎么弄的？啊，车子砸了哦。这个打下去出了人命不得了啊！车子全部被砸烂掉了。是锦州站，你可以选择在锦州站下车，也可以返回到列车的上车站。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上的，我现在可不可以在沈阳下、锦州下？为了保证安全啊，我们现在。涉及到各位旅客啊车票的问题啊付票，咱们列车现在返程的第一车站是锦州站，你可以选择在锦州站下车，也可以返回到列车的上车站。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上的，我现在可不可以在沈阳下、锦州下？为了保证安全啊，我们现在。哎呦，小心！到那边全部是不，这不行，这都空了。这里还是平江，这场水灾带来的影响，表面上有很多是看不出来的。就像这套房子，你怎么看一切正常，但是一旦走进去，你看到的画面，保证可以吓你一大跳。你看这个房间里边，现在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坑，而且这个坑深到什么程度啊？用七八米长的竹竿往底下打不到底。并且在这个洪水退去之后，家人发现了这个大坑，想要把它填平，然后就用了很多沙袋，上百个沙袋丢进去，见不着了，瞬间被带走了。所以底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，没有人知道。水已经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之后，那你有反正那个底就见不到底，退了之后也填不到底了，也填不到底，只有底了。哎呦，这深得很呢。人员转移。帮他妈妈好，哎呦，小心！这点大老兵全部是。不，这不行，这都空了。对，都空了，底下都空了。这不能站人啊！这个大坑啊，在地下是斜着往这个方向走向的，所以这个堂屋以及前边的卧室，有可能下边都是中空的。哇哦！
是天崩地裂啊！上面天呀、啊，下面人特别多。对呀、啊，下面好多人啊，不能下去了。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哇哦！哇，下面有人，不知道安全不啊？躲到石头下面，躲到石头下面，躲到石头下面。全国的网友大家好，感谢您对我的支持与鼓励。我实名网络投诉举报，哈尔滨一个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王永泉，未经我本人同意，以肾癌的名义摘取了我肾功能正常健康的右侧肾脏。2013年3月27日，通过熟人苏丽红，自称该医院的护士，在没有向医院缴纳任何费用的情况下，做了一个超声检查，医生告诉我是肾囊肿、脂肪肝。出门后，苏丽红说我肝不好，并给我开一张验血的检查单。把我支走后，他打电话通知家属来医院，在他的帮助下，直接到住院处找郭桂英医生办理了住院手续。办理住院手续到手术时，没有任何的医生对我问诊、查体、告知病情。4月3日，在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，在我不知病情、不知医生是谁的情况下，被麻醉师王辉非法麻醉后，被王永泉、甘秀国以肾癌的名义摘取了我肾功能正常健康的右侧肾脏。恳请视频前的正义人士、新闻媒体、医务工作者、法律工作者的帮助，谢谢大家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网上流传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，7月18日下午20:26许，记录仪车辆驾车在中间车道行驶，车身有法院字样，悬挂车牌意为辽 BA200 警的白色公务车在最右侧车道行驶。记录仪车辆虚线变道至中间车道行驶时，白色公务车突然实线变道，强行插队至中间车道，记录仪车辆赶紧减慢车速停车。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后，记录仪车辆遂虚线变道至最左侧车道，右侧公务车强行别车转到最左侧车道，在记录仪车辆变道至中间车道后，白色公务车又强行实线变道，在车距很小的情况下强行插到记录仪车辆和前面灰色车辆中间。该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，网友纷纷对这种行为表达谴责，一个车夫都为所欲为，可以预见背后的主子们狂妄程度，感觉是故意，霸道一词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来的，黑社会。好，来门闭着，把你的打开，我找他。实在不存在，不敢找。冰箱。把里边弄完之后啊。里边嘞。对方还有。刚刚这个人直接把我省的直接快送滚了，这就是他们暴力执法，这他没有王法了啦，现在。来，从这边，这边。哪一个人他就出了，两个人。就在办公室，我就看到你们出，我就看到你们出，我就看到你们出。收我的押金一分钱都没给我退，直接把我的押金一分钱都没退，然后这边暴力的执法，暴力的拆我牌子。哪个公司的？这是暴力执法，暴力拆我公司，拆我牌子，你们还有理了？这是哪个公司的？给钱。这是哪个公司的？这都是我们新进的商户，你们可以看看，他妈啥都没说，啥都没那个，直接给我们那个。干啥了？干啥了？我们家里有钱，你们为什么在家把这事弄下？他谁有我们？跟你们关系？是不是你？跟你们关系？翻了天了！你管他有没有关系？我们是不是你新进的商户？我就问一句。好。这就是事实，这就是依据。看看。来，我来。保安都过来通缉他。我别在这儿，我别在这儿，我来啥别在这儿？不好啊！都过来，不好意思。
枪声啊！把看到这边，这西姐现在暴力执法，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，他直接把我店牌子门也换了，锁也换了，然后把我的牌子给摘下来了。把可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子。把这就是这西姐的一群人，你就往地上一躺，看他咋的。来，我给你拍。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全部我给你拍。视频我给你拍。不要怕事。我跟那脾气。我赌。你照我干啥？你漂亮些。你照我干啥？我为啥不能照了？我漂亮不漂亮？我为啥不能照了？你照我干啥？我照你了吗？你照我干啥？里面有你吗？啊！照我干啥？给他拍啊！这就是西姐暴力执法，在我没有通知我们当事人的情况下，把我的直接给我的门突然给我打开了，把我锁现在已经给我换了。我现在我门我已经进不去了，我门里面还有好。我那个房子里面还有好多东西，现在拿不出来。不是，这就这一群吧，看一下子，不是大家看看，就这一群人，不是看，他们现在已经在那破门，就在那破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子，这就是事实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